请问，以下哪张图片中描述的是太阳系中的小行星主带？理由，A 是土星环，土星环是绕土星运转的一个冰晶所组成的一个光环，就是从地球上视觉上看起来是一个光环，其实它也很薄。然后 B 应该是银河系 ，C 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是火星和木星之间有小行星带，很明显看的，对，有多明显啊？就是一条线。选对了啊，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。但是刚才他解释那个 B 的那个说是银河系的照片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现在，是人我们地球绕太阳转嘛，太阳就在银河系里面，我们不可能跳到银河系外面拍一个银河系的整体的一个照片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别的星系啊，这看着应该是一个仙女座的那个大星系 M31，估计应该是啊。好，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， 百尺征程，对，答对了，加20分。